曾是师奶杀手，娶小21岁娇妻却被诈钱过亿家产，如今又被抱住凶宅。吴启华是香港著名的歌手和演员，他曾经主演过许多电视剧，被誉为师奶杀手，演过许多深入人心的形象。在电视剧《妙手仁心》中出演的男一号更是让他名声大噪，从此以后他事业逐步高升，获得了上亿身家。不过他的感情之路却并不顺利，2007年离过一次婚的吴启华与小自己21岁的石洋子结婚。婚后石洋子便过住奢侈的豪门阔太的生活，他挥霍无度，吴启华上亿的身家很快就被诈钱了。后来两人在2014年办理了离婚手续，离婚后吴启华便带住女儿生活，他还需要支付前妻赡养费，经济压力自然很大。吴启华近日又被曝从月租港币10万元的豪宅搬到租金只需一半的新居，甚至有媒体爆料这套楼是曾有过住户意外坠楼的凶宅。如今54岁的吴启华已经很少出现在镜头前，被拍到也明显沧桑了许多，希望昔日男神未来的人生能够幸福。